好，过来来看，就新港滨机社区每个月拢会号召志工兵分两路，共同整理着地方的环境卫生，大家共心来维护家己的居家卫生，共同来打造舒适的生活环境。新港滨机社区不是地方上大社区。但是志工团结力量，肯定是排在头几名的社区，尤其是每个月环境清洁工作，都会使号召非常侪志工兵分两路来维护地方的环境卫生。大家拢真用心啦，来甲叫了吼，就大家拢不管落雨还是好天，拢大家拢会随时拢赶出来斗拼这个环境安尼吼，我足欢喜的，感谢这志工。用安尼支持我吼，真多谢伊，啊嘛，传一寡小礼物要甲这志工感谢一下吼。是咱滨崎社区吼，每一个月环境打扫组啦吼，啊，今日咱社区理事长，啊，甲咱代表所有代表吼，带领大家志工吼，来伫这社区的环境的清洁，吼，大家就是团结的付出，咱滨崎的更加的健全。虽然是边仔真无讲足侪人，但是伊每一届出来做志工人拢足侪咧。尤其是昨暗天光伯啊吼，嘛足够斗三工嘞吼。昨暗较尾天光之前拢无落雨，所以下仔啊吼，大家吼安尼义不容辞的，过来付这个清洁力安尼。啊，一只吼社区理事长嘛足用心的，伊今仔日不但是传早顿，佮有传一挂用品，佮有一个纪念品，要煞大家。小的从小时候带他们出来做志工，比较好啦。他们会跟着我做。高祖宝理事长指出，每个月环境打扫一工，拢予伊足感动的。看到志工爱孙，也要来斗阵扫涂骹，甚至有三代同堂斗阵来清洁环境，大家同心来维护家己的居家卫生，共同打造舒适的居家环境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新港彩虹报道。